欢迎收看《全民风之霸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以晨。各位还记得吗？公务车选出来的是 CRV。等一下，车还没有到，新车还没有到，我先用借的。为什么要借？我想今天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务车选定了嘛 ，CRV 没有问题，但是壮壮好像还没有坐过这一台车哦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让他鉴定一下，看看他喜不喜欢这台车。除此之外，我正在选胎，所以今天顺便试新胎 ，OK 的话之后我就把它拔下来，换到我们新车上面，一天完成两件事情。好，差不多快好了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去找壮壮。这个大热天，你约我这个天气散步，合理吗？合理啊，你不觉得这个这边很景色很好啊？景色很好，你说。然后有你看，有龙，有艺术品啊，对，飞龙在天。对啊，然后体验一下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划龙舟。莫名其妙你，这个天气这么热，你有病啊？因为我想说，今天约你出来有两件重要的事情。好，你说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你知道我们换公务车吗？哦，我有听说这件事情，但我还没有看到它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就让你鉴定一下公务车，好，看你喜不喜欢。我也可以开开看就是了。我也可以开去上班，哎、欸，公务车合理吧？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刚好在选这台车的新胎。哦，车有了，现在要选胎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所以等一下就是一起试胎这样。一起试胎。對啊、你有问过我吗？哦，好，那可以一起去试胎吗？又把我骗来，试胎都要试超久，先吃东西。好，不然这样，上刑具，上刑具啊，不不，上道具，上道具，上道具。好，你这边有四根签，就是东南西北。哦，抽。下来看哦，台南不错，台南善一面。抽到台东更好，我顺便回家来。还有什么新竹、其余米粉？嘿，北基隆。基隆可以吃什么？其实基隆庙口我真的不常去。好啦，抽到了就出发再说。就出发是不是？他要是敢再骗我，他就死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来，前进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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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不对不对，这边，嘿，就是这台、哦、全新公路车。不是，这还是借来的。哦，我是同型号。同型号。哎、欸，对，今天是要来给你体验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不错呢。但是因为这台车，我们有拍过一支影片，就是选择的过程。所以今天就不跟你聊车了，因为聊太多了，观众都听腻了。听过是不是？什么？你说你不知道我们买了公务车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帮你整理在右上角的小白点，点下去之后可以看到选择的过程，因为很多人没有订阅。真的假的？叫你订阅你不听，赶快订阅知道吗？订阅才看得到我们的影片哦、喔欸。还有记得按小铃铛好吗？乖乖哦、喔。我就看看这一次的订阅数会不会比较多。加一百。因为我跟他们讲，他们现在还有大概六成的人看我们影片还没有订阅，本来是七成，现在六成。看看你讲完之后有没有比较有效果？订阅这么简单，按一下就订阅喽，才看得到我们最新消息、最新影片哦。好，公务车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喜欢它的外形吗？蛮好看的啊，我蛮喜欢这种车型，内装好看，然后容量又大。这个等一下上路的时候。你可以体验看看，好坐的感觉啊，空间啊等等。但是今天另外一个体验的重点是，我换了新胎，噔噔。哦 ，UC 六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试的是马牌 UC 六 SUV 胎。胎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。那这条胎它是更着重于湿地的排水、嗯，像最近我们不是一直下雨？对啊。你是不是高雄人？我是高雄人。高雄人是不是、啊、最近是不是被水淹怕了？哎、欸，有一点怕到。有一点怕到、哦嗯、所以。当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啊，如果胎纹不足啊，或者是这一条胎、嗯、它的排水不够快的话，那就会发生问题，打滑，危险。然后你看到、啊、这边啊，有一个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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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嗯，这个是它一个很创新的设计，它是高速的导流槽。哦、导流槽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屋檐，不是有一个接水的地方，哦、有一个像漏斗的东西，然后水导进去之后，然后会排掉。哦，
透过这个原理把水排掉就对了。對，除了这个高速导流槽之外，它还有做了一个钻石导脚，就是里面这边，等一下你可以仔细看，它有做了一个切边，所以让它的融水的公升数也可以加强。所以它在排水上面是很快的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钻石。钻石，难怪我觉得它这一次整个胎的设计，外面的呈现，还有这些刻字这样搭配起来，我觉得很好看哎。又是看外观是不是？外观很重要啊。但是我觉得，外观美观性当然很重要，但是我一直很想要让大家知道，也很想要让你知道，轮胎真的太重要了。是啦。所以，来，好，走喽，出发。东西，你是不是很期待吃东西？不错啊，基隆很久没去哎。哎，你不会没有做功课吧？有，你放心。嗯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是齁，那四根签里面，我就只有做基隆的功课。傻眼哎，我要是抽到别的怎么办？你可以抽到台东啊，台东我也很熟。哎，而且这台车，它会自己开耶。它会自动驾驶。对啊，哇，好屌哦，好棒哦！我觉得现在这种系统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啊，真的。然后另外就是轮胎，其实这一条胎也有用上跟之前 MC6 一样的科技，它有抑制噪音的系统，就是当我们轮胎在滚动的时候，其实里面啊，胎圈它这个沟槽里面其实有很多声波，对，跟空气在里面造成很多轮胎的胎噪，它这个科技抑制噪音的科技呢，就是在这个沟槽里面，安放了一个有点半圆形的胎块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阻断里面空气跟噪音的流动，就可以降低它轮胎的噪音。对对对对对，有 UC6 也有用，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哦。然后另外就是钻石导脚，我刚是不是有说钻石导脚它是干嘛用的？它用来就是排水更好。对，它就是有更多空间可以容纳水，是，而且在压到水的时候，它更好破掉这个水膜，然后汇集成一条河，对，然后把它排掉，对。但是在干燥的地面的时候，尤其在激烈驾驶的时候，有这个导脚，你的轮胎比较不容易因为挤压而变形。哦，我们在激烈驾驶的时候，左移右移，其实胎块会承受很大的压力。如果胎是直角的话，在你侧移的这个情况之下，其实胎的直角边会有点被折起来的感觉。对，被折起来之后，你抓地力的面积就降低了。所以他才做了一个钻石切割的导脚，在左右横移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有变形，结构比较弱的变形。是，所以就可以达到最高的抓地力，最好的抓地力表现。然后它的重量啊，它的动力啊，也可以更平均的分散在四个轮胎上面。太奥妙的东西，是的，对啊，哇，黑色甜甜圈，讲到都饿了，讲到都饿了，到基隆还有十分钟，好，这样好了，壮壮，第一站基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先带你去我家，去你家。目的地在我们右手边，我家到了。你家到了？那边廖妈妈，廖妈妈珍珠奶茶什么啊？不过现在好热，我觉得来一杯凉的是对的。对，等一下，你廖妈妈怎么了？我家，这一间你有没有喝过？有啊，你有喝过？我有喝过。那你讲一下特色是什么？它其实是有点像古早味的珍珠奶茶。对，而且廖妈妈其实是在地人才会比较知道的，而且她是开在二楼，她为什么不开在一楼呢？因为开在二楼生意就够好了。哦，好厉害哦！那你喝过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。你觉得很久没喝，会想再喝一次，会想再喝一次哈。好，那既然你喝过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喝一下啦！没有，你喝过了，我就觉得不能接受。可以啦，我们去下一个。好，那你要带我再去吃什么？甜不辣有听过吗？有啊，天妇罗嘛。天妇罗在基隆也是非常有名的小吃美食，对不对？目的地即在您的左手边。好了，到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一间两全天妇罗？哦，哇，这我真不知道嘞。这个是在地人才会来买的。你看，它都是在路边现场包，因为这边是市场嘛。然后啊，它天妇罗大概这么大块，
然后炸完之后就直接给你，然后吃下去之后，那个浓厚的鱼浆的那个香味，整个在你的口腔砰爆发出来，我通通都要吃。像你通通都要吃，对，对，让你想吃不同样天妇罗的心情，一次两全其美，好棒啊！这个很棒吧？嗯，所以就是这间两全天妇罗，去吃去吃。对，但是因为这边太难停车了，好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离开，我们去下一个店。我会杀人咯，好饿哦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不是因为这边太难停车，我们不能违规停车啊。是啦，对对 对，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。对，嗯，哎，我好饿，你快点好不好？吃好饿哦！你不知道女生饿肚子心情会不好吗？哈，我要爆气咯！你不要爆气，别先，等一下再爆气，不，先不要爆气，不要爆气，到了。耶、yeah! ，好，这个是老林沙茶咖喱牛肉店。对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基隆人来讲的话，这先才是对，是沙茶炒面，会说流浪头这边就是流浪头。流浪头这边的沙茶炒面，对，沙茶炒面才是正宗的，就是。对，那个人很眼熟哎，你们在这？熊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跟老板聊天啊。为什么？这边基隆人啊，你是基隆人啊？这间好吃吗？这间好吃啊，这一区就是有名，就是沙茶咖喱啊。下车了？没有啊，因为水、我们有订水车，所以时间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办法吃。为什么不吃？因为我们水车是两点半啊，所以我们要先去试胎那个地方。去试胎那个地方？对对对。我好饿，我没有力气试车。你振作一点啊，不要被你的血糖绑架了。不要，我被绑架了，你抗不了，我承受不了。好饿哦！我们哪有人过了三间店都不吃的啦？有病吧？我们今天一定会安排时间让你吃，好不好？那 UC6 刚刚体验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肚子很饿，我忘记了。你忘记不行，你想起来啊？好啦，我觉得是还不错啦，就蛮安静的，安静到我都听得到我在反刍自己的声音。你看我手指头只剩九只了。没有，亲爱的，十只，十只，一只都没有少。出现幻觉，出现幻觉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我考一下你啊，之前。我在带你试 MC6 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说它的磨耗指数？磨耗指数，对，记得这边的数据嘛，对不 对？我找到了，哪里？这里。叮咚叮咚，这里这里这里这边吹位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上一次 MC6 是多少？320，差不多340。哦，340哦，340，但是它居然高达420。吹位哦，只要越高，代表这条轮胎磨耗能力越强，越不容易被消耗掉。但是哦，我现在已经被消耗了。先等一下再消耗。哦，好。越耐磨的轮胎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抓地力表现不好。但是呢 ，UC6 这一条胎啊，它用了两种聚合物配方，一个是长链，一个是短链。你可以把它想象，短链就像纤毛一样，它是这样站立的。然后在转动的时候，它就会接触到地面。所以当你在转弯的时候啊，在刹车的时候，它更容易把这些能量转换成热能，让轮胎赶快到达工作温度，强化它的抓地力。是。长链呢，你就想象这个纤毛上面，长链就是长这样。然后环绕整个轮胎。长链彼此之间就像手牵手这样，就像我跟你这样牵着。你手好冰啊。我好冷。你振作一点，好，这是长链。长链就在短链的上面，之间穿插，是，然后彼此牵着，是，让它的结构非常的稳固，所以让它可以达到 travel 更高更耐磨，但是同时呢干抓跟湿抓都可以有效的强化。好，以上呢这些都是他宣称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找了一块场地，我们就直接来试看看。好哦，干地跟湿地的绕锥状况怎么样？好，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，来来来，上车，再踹踹看呗。好啦，终于要绕锥啦，耶！打起精神，开心一点啊，耶！现在是我的绕锥时间，但是呢，现在是壮壮的，
美食时间，噔噔！所以我真的有得吃哦，所以是这个时候可以吃。对，这个时候可以吃。当，来，赶快看一下是什么？沙茶咖喱饭，这个就是咖喱面，咖喱面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要绕嘴的时候，你才能吃。为什么？好了，准备好了哈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吃它。你确定哈？然后结束之后，你有很艰难的任务。就是你要讲这个轮胎给你的心得哦，还我以为是碗面，老林沙茶咖喱给你的心得，心得对哦 ，OK， 赶快开始吧，赶快开始是不 是？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 ，I'm ready。可以讲心得吗？还是要再一趟？不要。维护我的形象好吗？不是，可以讲心得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心得就是，这是先吐在你身上。面的心得就是，我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到我刚才吃下去是什么味道，好吗？然后刚一停下来，面条，面条还飞出来，然后这边都是咖喱，对，然后满脸咖喱。那轮胎的心得怎么样？首先啊，我刚才有看到那个锥的距离，对，蛮小的。对，今天锥。比较小，场地比较小，车又比较大。对，我们今天又是 SUV， 休旅车。对 SUV， 然后等于说，其实我们做了蛮多的，一直在转圈，一直在转圈，一直在转圈。啊，对，一直在转打方向，一直在转打，所以这个同时也蛮考验轮胎的。对，觉得它到车上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像还 OK 耶，不会有种。拐道的那种感觉哦，你就是说整个在绕锥是很顺畅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是是那对于我来讲，今天场地真的很小，锥跟锥之间距离很小，所以一直不断的在转打方向嘛。其实这个对轮胎也是一种考验。然后当我今天在转打绕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在整个杆地的抓地力上面，它不但抓得很牢，而且可以说是很精准。不然其实这样的绕锥的过程很容易失误，而且今天碎石很多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。我随时要刹停，那个刹停点很力，擦，轮胎就直接抓住。我觉得干地抓得好，这好像没有什么稀奇。而且他强调的就是他在雨天的排水性湿抓上面进化不少。所以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关卡就是湿地绕锥。好，撒好水了。这个是认真湿哦，好湿哦，而且前面还积水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特地挑这边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边的场地很严苛，干地有干地美食，湿地有湿地美食，欢迎湿地美食。还有哦，哇，甜不辣吗？两全甜不辣。没有吸管，所以那最好没有吸管，这样。现在的政策是不能给吸管的，你知道吗 ？OK 啊，我拿这里。对啊，来这个。没有，你自己喝就好了。没有，我怕你渴。你自己喝。这个路程当中，你铁定喝得到的。不是，你自己喝，不用打太极拳。你喝看看。热乎，我先拿一个起来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对，我绝对是拿的离我远远的。好，走了，走了。还没啦，偷吃，走了。你真的会拉？你好湿哦，你刚去哪？我也很想知道我刚去哪。我这。今天宜城看起来好热哦，我看了都湿了，怎么办？我变熊子小编了。你变熊子小编？对啊，哦，因为我刚刚被你的茶影响到很多，所以现在把杯子放好，然后我们绕最后一次，然后就来分享甜不辣廖妈妈，然后马牌轮胎 ，OK？ 好好好，没茶了，没茶了，没茶。你自己叫我拿的哦，他连甜不辣都喷光光了。
对不起各位，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捡起来吃光光的，放心。我们不浪费食物。对，好，先分享廖妈妈，因为我之前都只有喝过她的珍珠奶茶。嗯，啊，今天喝到她的茶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蛮香的，蛮香的，有种淡淡的哀伤。哀伤。那是我，啊，那是你，那是我。然后两全甜不辣，哎，欸，我觉得不错哎，欸，我很少单吃它，但我今天单吃它，我发现它的那个鱼浆的鱼味。是真的蛮香的。嗯，好，那轮胎呢？刚刚的湿地哦，干湿在车子里的感觉就真的很不一样了。嗯，真的滑很多。嗯，滑很多，但是呢，顶多在这边滑来滑去，并没有在急刹啊还是什么的时候，整个人有那种咚咚咚在砰，很强烈的弹跳啊这些什么的。嗯嗯，对我来说，我开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刚刚说了嘛，水洒得很厚。对，这个是有一点对它。非常非常严格，因为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其实是薄水膜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是用水挖，欸，水挖，所以在压过一些比较深的积水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的飘逸。对，这个是一定，但是飘的那个程度，我觉得是可以掌控的。哦，这几趟下来，我非常有心得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大水挖啊，这个大水挖厚到。压过去水会这样啪喷起来那种，前面我们是不是有停一台报废的车在那边？是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停下来，我们就会撞上。所以在这边我一定是急踩刹车，不管是干地还是湿地的状态，我都是踹下去，棒。嗯，但是在湿地的状态，刹停的情况居然跟干地是差不多的，真的。所以它在排水的迅速跟那个量，其实是非常惊人的。对耶，你都没有想说前面我们就没有停下来就撞车。我想说你是不是练到，不然怎么撞得那么惨？什么？啊，你说我撞了？对对，前几天来练是不是？白痴啊！结束了一个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的一天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问一下你的心得。嗯，今天心得很多哎。啊，那你说，如果以后全民风车爸再打电话给我，我听到又是什么约会美食行程的话，就是直接就是黑名单挂掉处理。等一下，就是，每次都整我啊，摒除我们的恩怨。好，对今天的活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心得？轮胎我今天给他的分数非常的高呢。哦，为什么？还不错啊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干跟湿。表现真的蛮好的，尤其是像一般大众，对，或者是像壮壮我好了，对，我有点比较像哦，这一条轮胎哦贵500块，我下次又要换，那这500块我省起来好了，省起来，省起来，对啊，但是其实什么都能省，安全不能省。哎呀，说得太好了，看来是非常有心的。另外在这边提醒各位，轮胎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还有就是现在台湾处于常下雨，然后。台风又要来了，对，都请各位注意一下，好吗？注意。那如果在雨天或者潮湿环境用车机会比较多的话，我觉得 UC6 是一条很值得考虑的，非常棒哎。对，那最后，最后这个时间就是壮壮你的试胎时间。我的试胎时间？对啊，你今天还没试到胎啊？今天试的还不够。不是，你还没有亲自试到啊？我要怎么试？我帮你准备。到底有多怕？来。你们的脚本到底有几个脚本？试胎时间，有吗？怎样？你今天叫我试胎，不是叫我开，叫我滚胎哦。这也是一种试啊，去吧，去吧。这样滚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这样我可以感觉出来它的，这就钻石切面，这就看你的悟性在哪里。哦。你可以找一些有水的地方给它凹过去。有哦。看看它导流槽排水有多快。导流槽怎么样？是不是？然后你给它激烈，你要激烈驾驶。激烈驾驶。来看看。看看钻石倒角，钻石倒角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一个凹凸？你神经病啊你！莫名其妙，这样最好感觉得出来啊！你好，有事，各位，我是怡晨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再试看看，再试看看，长链跟短链，你是，不要，我试完了，我试一整天了，够了，我觉得 OK， 我要回家了，收掉啦，扛回家，扛回家。都捡起来了，你撒光光，可以啦，我们车子很干净。没有，我刚刚有用矿泉水洗一下。对，我们爱惜食物，还是要把它吃掉，好吗？是吧？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了。全部捡起来吃掉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要不要配菜？不要。我想说少吃一口，可以少吃一口。
红红壮壮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这么会讲废话哎。对啊。